们萌萌哒的五阿哥永琪上线了，知画和五阿哥终于见面了。不过到这里，皇后娘娘也快下脸盒饭了，毕竟下一世是要和五阿哥相遇的。五阿哥的出生也是一路坎坷，从被怀上开始就一路坎坷，显示高贵妃一派想除掉他，以至于一贫无辜死去，再到后来生下来就带有黄疸，以至于差一点就被活埋了，就连于贵人差一点也要被就地处决了。昨晚那一集看，得知了君都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恋恋演得太好了，把那种要失去孩子的反抗和无奈都演得恰到好处。五阿哥永琪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个人的，据清史稿列传八诸王妻记载，荣纯荣纯亲王永琪，高宗第五子，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封荣亲王，永琪少袭其省，贤国语上中代至三十一年三月薨，是曰纯，子绵义，四十九年十一月封贝勒，嘉庆四年正月齐荣郡王，绵义少孤，体雷多病，特聪明，公书熟经史。十八年临清变起，绵义方护弼文景，力请上诉还京师，上即日回銮，因众视之，宠眷日我，曰年薨，是曰克，子义会，袭贝勒，祖子在君，袭贝子，祖子五梅，袭镇国公。清史稿里面记载，永琪是乾隆的第五子，又聪会学，少袭马步射，武技颇精，博学多才，前袭满语、汉语、蒙古语，熟谙天文、地理、历算。乾隆特别喜欢他，曾经还想让其继承大统的，但永琪英年早逝。在乾隆三十一年的时候，年仅二十四岁的永琪被封为和硕荣亲王后，但天妒英才永琪不久就患腹股疮，属于骨结核的一类去世了。我们都是知道永琪的生母于贵人是不受乾隆宠爱的，最开始入宝庆王府的时候只是一个格格，而在乾隆登基后也只封了一个常在，相比较其他早起一起入王府的人都封了妃了，比如高贵妃、贤妃、纯妃等。而他在乾隆六年的时候生下永琪，这是他唯一的孩子，此后到他去世他都没有再获得过圣宠。不过好在永琪是个争气的孩子，在生下永琪后六天就被封为了于嫔，也是因为永琪，乾隆十年的时候就被封为了于妃，后来永琪因病去世，于妃也未再获得圣宠。就这样，于妃在孤寂和对儿子的追忆中度过了他的下半生，于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薨，享年七十九岁。五十八年葬于灵妃园寝，奉御者贵妃立半礼，相当于追封于贵妃。